大家好，今天小猪佩奇来到面包超人的快餐店，来点什么套餐好呢？按下这个按钮。是乌冬面的套餐。拿起这个铃铛，这是个取餐器，等做好的时候它就会响，而且还可以用来拿我们的乌冬面。哎，做好了。把取餐器插下去，看我们的乌冬面出来了，看起来好美味啊。只有乌冬面，可是佩奇有点口渴，让我们来点一杯水吧。水盛好了，佩奇又来吃美味的乌冬面了，先喝口水吧。佩奇好口渴啊，一口就把水喝完了。乌冬面好好吃啊，佩奇一口就把乌冬面吃完了。接下来要来收拾餐具，佩奇来到了餐具回收口，先把碗放上去，再按下这个按钮，再把杯子放上去，这样子我们就把餐具收拾好了。太好吃了，下次还要再来。快看，是谁来到面包超人的快餐店？是乔治。乔治在想吃哪一个套餐好呢？选好了，小猪乔治选的是天妇罗盖饭，就是炸虾盖饭。来，拿起铃铛。饭做好了，热喷喷的，看起来好美味啊，口好渴啊，让我来喝口水，一口就把水喝完了，肚子好饿啊，又开动了。看来乔治确实很饿啊，一口就把盖饭吃完了。乔治也要来收拾餐具了，先把碗放上去，做得很棒呢。然后是杯子，哈哈，乔治也把餐具收拾干净了。接下来会是谁呢？快看，是汪汪队的阿奇。阿奇刚执行完任务，又来快餐店买快餐了。他会买到哪一个套餐呢？好期待啊。哇，阿奇买了这么多的套餐，他来取餐了。首先是乌冬面，然后是煎蛋饭，还有炸虾盖饭，然后是汉堡套餐，最后是咖喱饭。原来阿奇还给其他的汪汪队成员买了快餐，阿奇做得真棒。甜甜的套餐是什么呢？这是咖喱饭。小丽的套餐是乌冬面，然后毛毛的套餐是汉堡薯条，灰灰的套餐是炸虾盖饭，看起来好美味呢。阿奇买到的是蛋煎饭。那今天我们的吃快餐玩游戏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